哎呦，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哼，我这不都给你买了吗？怎么还这样啊？做人啊，要讲点良心啊！我钱都出了，东西都买了，你居然给我摆脸色！嗨，大家好，小兰。前段时间这个男人啊，一直吵着要鱼竿，我呢就想着快父亲节了，就给他买了。谁知道买了这个呢，还不高兴呢。你把话说清楚了，不要搞得你像给我花了39,800一样。你说要鱼竿，我是不是买了鱼竿？买了。你鱼竿没线，我是不是配上线了？啊，有线。我连线跟鱼竿都给你买好，我还怕你钓不上鱼都给你买好了。大家给我评评理哈，这人给我买了个这个东西，这不明显的糊弄小孩吗？是不是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能乱说哈。你看看这是不是鱼竿？是鱼竿。这是不是鱼钩？是鱼钩。我还给你配了小鱼，是不是？二十九接喷水。去接喷水吧。你说在家钓鱼多好啊，风吹不到日不晒的，是不是？钓鱼喽。你买这个东西花多少钱？12块钱。那一天你就糊弄我玩吧哈，哪一点对不起你了哈？荔枝给你买了，猪蹄子乱七八糟，想吃啥给你弄啥，你就拿这个东西对付我。钓鱼喽，来来来，试一下这个新竿，手感怎么样？你给我买这个有啥用？我在网上看的那些泡头的技巧一个也用不上。泡不出去。你笑啥？老公，这个竿用的怎么样？我本将心照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阿爸爸，你要这小孩的。媳妇，你是不是还有惊喜给我？一般你拍视频套路都是这样。没有惊喜啊，就这个。上鱼了！哎呀，你看我闺女多厉害，人家都上鱼了。爸，那儿媳妇谁欺负你了？怎么？你看我的摊给他卖牛肉，给他卖猪蹄子，给他卖李子。啊。你反正他给我卖鱼竿，你才能给我买了个馍。买馍不是买鱼竿啊？那你出来看看，看那儿媳妇扮这个谁来？看看，看他卖鱼竿的好不？好吧，爸，你评评理，这是不是鱼竿？就是鱼竿。这是不是鱼线？啊，这是不是鱼钩？是、啊。说说在家里钓鱼是不是好？风吹不着，雨淋不到，日晒不了，是吧？爹，他不给我买，你给我买。我啥都给你。我知道你有钱，你要不给我买，我告饭妈。你玩去。哎，没意思。来，星星，给爸爸钓两竿。拿过来。你好好钓，你这个不是正口，孟淑行。啊？啥？什么快递啊？菜。不给我买鱼竿，自己又买啥？护肤品啊，买的没大堆。你猜，你帮我拆开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一摸就是那种化妆包。你这个人啊，一天到晚上买这些包。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包？我一个女人用这种男人的包吗？这不是钓鱼用的包吗？你买这么些都是啥？这些都是我问了爸爸，爸爸说都可以买，然后我就买了。这人家听着，人家还偷偷给你买的，我天天给你拿快递行。这么行？说什么？预感的？哎，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啊，还生气不？爹、啊，你看看这个人，哎，将来生着气了吧？哎呀，你看看。这个杆子吧，虽然不是特别贵，但我想一想，买一根给你玩一玩也可以的啊。像我的杆子，味儿来，按上这个。嗯，你不说不给我买这东西吗？哎，那你摸一摸，7天无理由退换，我给退回去。开玩笑的，送给你的。哎，这包不挠哈。是吗？这他自己看这个媳妇没，你也想买啥的时候没？小气鬼，你看看爹。啊，不要紧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这16个快递是给你父亲节的礼物，自己慢慢拆吧。你怎么知道买这些东西啊？因为我都是问的爸爸呀，谢谢爸爸。给他买了，可高兴了。可不啊，在我耳边叨叨叨叨叨了一个月了。啊，你人吧，叫他做蜜哼哈，你治不了他。嘿，看看这个男人，跟中了6合彩一样。高兴，我媳妇给我买的。你说我今天没给你买这些，就给你买了星星那个鱼竿，你会生气不？会。16个快递都被这个大哥拆完了，现在你要干什么呀？把它放到这个盒里。把这个线绑上，一会儿出去玩一下，试一试。去哪里玩？你婆婆被保安逮啊？河边。你到底会不会？要不要爸爸来帮你啊？爹，过来给我帮个钱。你这个跟俺那个不一样，俺不会帮，你自己上老手能。弄半天你也不会。你刚刚说啥？我没听见，你再说一遍呗。我没听见，太小声了。欢迎你。
我不钓你的鱼。爸爸的鱼竿钓不了你的小鱼，爸爸的要钓大鱼给妈妈炖鱼汤喝。好不好？你一会拿着杆子去河边嘚瑟，小心别人保安给你逮了啊！你干啥去？我跟闺女去找闺蜜玩去了，拜拜。看看这边环境多好，在这里钓个鱼多快乐呀！准备抛头，走你！厉害了，钓到了这辈子第一条鱼。